各位听友，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《仙逆》，作者耳根，演播丸子、冯宝宝，后期制作云曼。778集，最后一人。申公虎走后，又陆续有人来拜。七天的时间呢，一直到第四天才安静下来。只是王林有心静修，但却有一人总是打扰，此人正是那南宫寒。南宫寒纠缠王林的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缩地成寸。他每次来访都让王林很是头痛，最终却是被那南宫寒扰得烦了，直接放出许立国。王林明确地告诉南宫寒，这种神通许立国也会，说吧也不管那南宫寒信不信，直接甩袖离开，在这地岩星寻找一处安静之地，静静地打坐吐纳。可怜的许立国呀，尽管南宫寒不信王林之话，但却发现了与这许立国却很是投机，拉着许立国不放，不断地与之交谈。初始时啊，许立国还无所谓的样子，可是时间一长啊，他却是有些受不了，到了最后却是极为痛苦。他打不过南宫寒，却也不敢反抗，更是无法离开，只能哼哈的应付，内心折磨之下，很是期待七天的时间快些过去。哎，主子快回来吧。第七天，王林从打坐中睁开双目，一晃之下身影消失，神识一扫找到了许立国所在之处。只不过呀，在见到许立国的一刻，王林却是皱起了眉头。许立国魔头之身呢，居然有了涣散，几乎就要崩溃。在他的对面，南宫寒长吁短叹，不断地与其诉说。许立国恍惚中看到了王林，却是立刻激动起来，不顾一切的冲出。若是他有泪水啊，此刻怕是早就泪流满面了。主子，你可算回来了，小许子以后再也不敢有任何想法了，求求主子开恩呐，快让我回去吧，这个人太可怕了。主子，你别把我抛下，小许子离不开你呀。许立国的声音呢，极为凄惨。王林上是第一次看见如此凄惨的许立国，抬起右手把其收入储物袋里，目光一扫落在了南宫寒身上。南宫寒的状态极佳，只是此刻确实有些尴尬，搓了搓手，他点头道：许兄，你这气魂很好，我与他一见投缘，日后要好好亲近一下。王林皱着眉头，转身一步之下消失在原地。南宫寒一脸遗憾，却是紧跟其后。他内心暗道，多好的气魂呐，可惜呀，打不过这许牧，不然的话一定要抢来。罗天南域余下的107人全部选出，在星空外，紫衣老者更是从储物袋中拿出一枚黑色的石头，捏碎之下，立刻无数金光闪烁，却是在这星空下出现了一座虚幻的阵法。此阵法极大，占据了方圆百丈之位。那紫衣老者当先一步踏出，两个青袍雷仙殿使者紧跟其后，进入阵法内消失不见。余下的100多人呢，陆续走入阵法中，王林便是其中一个。这108人里，战空烈、申公虎等人一一在目。阵法光芒闪烁，带着108人消失不见。雷仙殿是罗天星域内极为强大的势力，甚至在经历了无数年后，在一代代殿主的扩张下，隐隐成为了罗天星域内明面上的最强者。雷仙殿所在极为神秘，无人知晓具体的位置，即便是雷仙殿的使者在回来之时也是以特殊的传送阵，除此之外再无其他通路。此时啊，雷仙殿方圆10万里内处处禁止，一个个雷仙殿使者以及如同仆从一般的修士纷纷弥漫，封仙之举是雷仙殿无数年来极为重要之事，在这10万里内禁止一切私斗，若有违反者，雷仙殿将会立刻干涉。在雷仙殿四周啊，
此刻有四个巨大的传送阵，阵法光芒闪烁之下，北部之阵内出现了一片人影，一个个修士在去往北部的雷仙殿使者带领下一一出现。这些修士啊，一个个神情平静，少有来到雷仙殿后激动者，走出之际一股战意弥漫。就在这时，南西两处传送阵光芒闪烁，几乎同时之间呢，便有大量的身影涌现而出。王林身在其内，从阵法中走出后，目光在四周一扫，神色没有半点变化。雷仙殿仿若凡人界帝王皇宫一般，极为庄严，其上更是有可怕的禁制波纹隐晦地透出。在感受到这禁制波动的刹那，王林双目一凝。以他对于禁制的了解，却是清晰地感觉到雷仙殿上的禁制啊，几乎可以达到恐怖的地步。即便以他的修为，若是处于这些禁制之中，也是必死无疑。不但雷仙殿如此，在王林的目光下，他眉头缓缓皱起，这四周的一草一木，甚至就连天空的白云呢，全部都蕴含了极强的禁制。观察四周的不光是王林一人，几乎绝大部分修士都在凝神看去。就在这时啊，忽然东处传送阵光芒一闪，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。东部传送阵阵法光芒越加的剧烈，其内露出三个身影，这三人正是派往罗天东域的雷仙殿使者。他三人此刻面色极为阴沉，迅速走出阵法，甚至其中一人呢，走出几步后略一回头，看向传送阵的目光露出一丝恐惧。王林目光一凝，就在这时啊，一股浓郁的血腥味从那东部传送阵内透出，整个传送阵光芒闪烁之下，却是只出现了一人。不用等了，其余的107人全部被我杀了。这声音透出刺骨的寒气，与那血腥味融合飘出之际，立刻让四周所有人全部感受到了一股煞气。一道道目光如电，在这一刹那凝聚东部传送阵，渐渐的那阵法中出现的人影越加的清晰，露出了全貌。修长的身影看起来约30许岁，一袭白衣下没有飘逸之感，反而给人一种阴森之意。尤其是此人的双目透出冰冷的狂傲，蕴含了浓郁的杀机。传送阵光芒闪烁，此人一步步走出，随着他的出现，血腥之味更浓，弥漫四周。一群废物。那男子声音平淡，可出口之际却是犹如天雷炸响，在这雷仙殿外轰隆隆的回荡，四周修士一个个均都是罗天星域内的佼佼者。此刻闻言呢，看向那白衣男子的目光立刻不善起来。王林神色平静，收回目光。这男子修为与他一样，都是窥涅初期，只是在此人身上，王林却是有一种奇异的感觉。他可以确定自己绝对没有见过此人。正沉吟中啊，那白衣青年忽然目光一闪，透过人群一眼就看到了王林。在看到王林的刹那，这青年舔了舔嘴唇，向着王林露出一个阴森的笑容。王林神色如常，平静地回视，二人目光仿若穿过了人群，在半空中碰撞。这目光本是虚幻之物，但作为修道者，目光实际上便是蕴含了神识。双目交错间呢，就是神识之间的斗争，如同两把利剑在半空中迅速交错厮杀。这一切啊，是在刹那间发生的，二人全部都是一触即收。那白衣青年眼中露出金光，仔细地看了王林一眼，刚才的神识交错，他不但没有压过对方，反而有种仿若要被对方神识穿透之感。王林神色如常，收回目光。对方的修为虽说同他一样都是窥涅初期，但在其神识中啊，却是有一股诡异的力量。如此短暂的接触，
四周修士能察觉者不多，唯有四人，其中一人来自罗天北域，此人约中年，面白无须，最为奇异的是他的右手。此人的右手不是五指，而是六指，在其拇指上还衍生出了一指。另外一人同样来自罗天北域，却是一个童子。这童子头颅硕大，看起来极为不协调，但在他的四周啊，却是有三丈方圆的空白地，显然是没有人愿意与他接近。这童子脸上露出痴傻之笑，在王林身上一扫后啊，重点看向了那白衣青年，脸上的傻笑更浓了。第三个察觉者来自罗天西域，此人一身蓝衫，相貌极为英俊，双目开合间呢，有金光露出，他盯着王林，眼中露出沉吟。最后一人，那自然就是王林的身边南宫寒。就在这时，远处天际红霞弥漫，大片的云层云涌迅速地凝聚而来，在众人上空，云层收缩，化作一个老者。这老者白发苍苍，仙风道骨，现身之时啊，脚下有雷光闪烁，仿若整个人踏在雷电之上一般。老夫雷仙殿接引使，就是你杀了罗天东域其他资格者。那老者现身之后，一股磅礴的气息传出，弥漫四周，从他身上展露出的元力可以判断出啊，此人的修为达到窥涅中期。他盯着那白衣男子，声音透出一股威严。没错，白衣青年神色平静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来自什么家族？那老者神色看不出喜怒，低喝道：东陵星许家，这一代入世历练者许婷。白衣青年说着，目光投向王林，嘴角露出阴森的微笑。此言一出啊，尤其是东林星许家这五个字，立刻犹如雷鸣，在四周蓦然间回荡，一个个修士面色大变，甚至还有一些人呢，直接倒吸一口气，下意识地退后几步，眼中露出骇然。东林星或许向家才是最大的势力，但若论名气啊，唯有许家。许这个姓氏代表的就是无尽的杀戮，东林星许家每一代入世者都会掀起一场杀戮浩劫，凡是招惹者立刻便会被屠星，寸草不留。许家的威名啊，就是在这一次次的血腥风暴下彻彻底底的扬起。啊，此人难怪敢同时得罪100多个修真家族。东林星许家入世者，看来这一次封仙之争若是遇到此人，必死无疑啊。罢了，东陵星许家一向心狠手辣，这一次若是见机不妙，我便弃权。阵阵议论之声此起彼伏，东陵星许家的名头啊，实在太大了，尤其是那血腥杀戮的作风更是让人心寒。那雷仙殿接引使略一皱眉，平淡地说道：三日后正午展开罗天雷仙108封号之战，片许后会有雷仙殿之人给你们发放令牌，安排住宿之处。说完呢，这老者顿了一下，目光一闪，在四周修士身上一一扫过，又道：你们之中可有许牧？此言一出啊，除了罗天南域外，西北二域的修士立刻一个个双目一凝，各自表情不同。许牧之名啊，对于他们来说不亚于东林星的许家，甚至很多人都怀疑这许牧就是东林星许家之人。王林沉吟稍久，抬起头平静地说道：在下许牧。瞬间呢，除了罗天南域的修士表情有些复杂外，西北两域的修士全部目光刹那间凝聚而来。我道子许牧，没想到他真的参与这封号之争啊。许牧许婷这二人不知是否有什么关联？
这许牧在姚家追杀下不但没死，反而还可以找到这里，不简单呐。原来他就是许牧。那六指修士眼中露出寒芒，仔细地看了王林一眼，就连那大头童子脸上的痴傻之笑也是一顿收了下，目光落在王林身上，笑容再次出现。还有那极为英俊的蓝山青年，他在听到许牧这个名字后啊，整个人仿若一把出鞘之剑，锋芒毕露之下，死死地锁定住了王林。许牧，那让子枫表妹念念不忘的许牧。这蓝山青年眼中啊，闪过一丝杀机。你跟我来，店主召见。雷仙殿接引使看了王林一眼，脸上罕见地露出和善的微笑，身子一晃，直接飞向远处。王林略一沉吟，不去看四周修士的目光，一步之下出现在了半空，向前走去。各位听友，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玄幻修真小说《仙逆》，作者耳根，演播丸子、冯宝宝，后期制作云漫。更多精彩有声书尽在喜马拉雅。